你去过台湾了吗？买你过来让车。有。他没去过，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来让嘛，朋友都买两个。好吗？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没有多文小哥。好吗？他不会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你来让男朋友这办法帮我救人的哥。好啊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左右胳膊不要增加吗？我等你好。好啊。他愿意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确实。帮我担保您的用意先放我够成了，你没了事的哥。好啊。他保证。好，现在请你就算数，你怎么办那么短？这边在哪呢？写答案。现在请你削苹果，你有办法吧？现在请你起来踢沙包，知道没吧？没法看。麦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。现在请你伏地起身，我把整理半面来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
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 ，OK。谢谢。谢谢。